嘿嘿嘿，在教书、啊。对对，我社团，嘿，没问题，请说，嘿，嗯，那这样，嗯，跟你说，刚好现在公布的夏威夷会哦，哎，夏威夷会的创会会长，他是夏威夷团，是，然后，嗯，好，然后，你等一下说什么？好，嗯，好，然后那个。他就跟我说，他们请那个建设帮他们安排，他们明天要去华普山，他们明天要去华普山。嘿，明天呐、啊？他们就是对，那我就想说，哎、他们就是先设定目标，要去华普山的。嘿。哦，好好，欢迎，可以，可以可以。那然后去的时候就麻烦你招呼一下，好。好，他们哎，总共多少人？几点到？他们说十八个人。十八个人啊，哦，那大哦十八，那有多什么时候会到？你等一下，我把你的电话给他，跟我联络哈、哦。早上还是？八点半从台北出发。哦，那已经有安排，有那个联络我们的那个参学那个。联络参学组来接待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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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好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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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